是你杀了我父王，是。幼女九灵得天自首。什么？九灵葬身大火？陈医事不查，竟让公主纵火自焚。 陆大人，我是九灵。你若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会感动吗？方家的外孙女君真真跃前来到京城，还开了一间名为九灵堂的医馆，自己也改了名字，唤作君九灵。你就是君九灵。 是，我是君九灵。为何他的字迹竟和九灵公主如此相像？他还改了和公主同样的名字。怀王殿下向来不与人亲近，倒是与君大夫宛如旧时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相信魂魄转世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从前演过戏，但现在我很想信。陆大人，楚九灵，你回来了。我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。你当然知道。 骗过别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君小姐，这是陆统领亲早差人送过来的。这是那个杀千刀的，要纳你做妾。我可是有婚约的人。那又如何？我喜欢你，诚心求娶有错吗？ 属下不懂，真的让他做了，这普天之下，何处不是我武德私的？只要他还活着，就逃不出我的手心。